好，欢迎收看7月13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我是张芳琪，马上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111年度自用汽机车使用燃料费7月开征，缴纳期限到31号截止。深坑农会关怀据点每周三的手鼓课程恢复上课，结合了肢体伸展运动，活化长辈的身心灵。石碇观光发展协会举办淡定二应援舞甄选，由成全两兄弟以378个按赞数获得冠军。文山国中山岚管乐团成立两年多时间，让许多喜欢音乐的孩子可以一圆学习乐器的梦想。今天的课宴晋升去，大家一起来学客家谚语。111年度汽机车使用燃料费7月开征，缴费的期限呢是到7月31号截止。民众如果要避免忘记缴款的困扰，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申办委托转账扣缴，如此一来就不必担心逾期受罚，省事又方便。111年度自用汽机车使用燃料费在7月份开征，缴纳期限到7月31号截止。车主可以持缴费单到金融机构、邮局、超商以及各区监理所缴款，另外也能透过网络上的监理服务网、监理服务 APP、 电话语音或是台湾Pay行动支付等方式进行线上缴费。如果汽机车使用燃料费缴款书遗失，或是还没有收到，可以凭车牌号码或是行照到各区监理单位申请补发。另外，也能够到统一、全家、莱尔富等超商的多媒体补单机补单。此外，车辆如果已经办理报废、缴销、注销等异动登记，经审核有一缴汽燃费情形，可以向受理机关申办退费，并领取退费凭单，或是申请退费直拨个人金融账户。而逾期经催缴仍未缴纳者，会依公路法第75条规定，采处300到3000元罚锾。提醒车主，为了避免因为忙碌而忘记缴费，可以申办委托转账扣缴汽机车燃料费，如此一来再也不必担心逾期受罚，省时又便利。记者陈明哲、门奇新店采访报道。随着疫情趋缓，深坑农会社区关怀据点再度恢复办理，每周三的手鼓课程也复课了。手鼓老师郑素娟表示，在课程中呢，她结合了肢体的伸展，希望能够唤起长辈沉寂许久的身心，同时借由音乐和身体的连结，让长辈可以获得全方面的活化。疫情趋缓，深坑农会社区关怀据点从7月份开始恢复办理，原本每周三的手鼓课程也复课了，长辈们开心来到教室一起上课。手鼓老师郑素娟就表示，由于先前停课，许多长辈可能让身体的活动停滞下来，所以在课程中他结合了手指运动和肢体伸展，希望能够让大家重新找回打手鼓的感觉，也促进大脑的活化，把我们的肢体再做一些算是复原，然后增加大家的那个手，应该是说全身的那个协调性，包括说，借由那个打鼓、打手鼓，手必须要有很多，不管是大肢体或者是小的那个手指头的动作，都可以，就是这些动作都可以活化大家的大脑。跟着老师拍打手鼓，学员接龙轮流的打击，一会儿用不同手指敲打鼓面，一会儿又换成左右手要拍打。手鼓老师郑素娟说，虽然每个人都经常要使用双手，但透过手鼓的学习与拍打，更能够唤起对于自我身体的觉知，再加上鼓声的疗愈感，让音乐与肢体可以连接起来，借由左右的协调运动运作，然后包括鼓声本来就可以疗愈心灵，然后呢，把这样子的音乐活动结合起来，然后让大家的那个全身，我觉得是身心灵的全部全人的那个活动，把它连接起来。深坑农会社区关怀据点的手鼓课开设时间已达4-5年之久，不少长辈都是从一开始就来学习，也因此爱上了手鼓课。除了有感于打手鼓让自己可以延缓老化，同时还能够拓展社交生活圈。一个礼拜见一次面也是很挺开心的，有点像是解放自己，不要一天到晚在家里。啊，回家是没有练了，但是一来就进入这个情境的时候就很开心了。而且打坐的时候，如果我拢手腕咧拍咧，有差啦。我就喜欢，我咧老大人哦，爱来安尼，较好过日子。我咧踮咧做头壳会歹。
收鼓老师郑素娟表示，这样的音乐艺术活动就是希望能够照顾大家的身心灵，不论手鼓打得好不好，但是快乐的打手鼓，享受相聚在一起的氛围，就是课程带给长辈们最好的收获。记者杨邦友、赵芳琪深坑采访报道。石碇观光发展协会举办淡丁二应援舞甄选，一共有四组投件参赛，每一组呢都各有特色。经过了网络票选和评比，最后是由成全两兄弟以好学好技又好跳，获得378个按赞数，拿下淡丁二应援舞甄选的第一名。同时呢，将受邀在7月16号第一届鳄鱼节活动当天，带领大家一起合跳这首活泼的应援舞蹈。为了欢庆石碇吉祥物淡丁二的生日到来，石碇观光发展协会从7月15号起举办一系列的鳄鱼节活动，而在活动开跑前就先以淡丁二应援舞甄选进行暖身，一共有四组参赛，借由网络票选及主办单位评选，选出属于淡丁二的应援舞蹈。经过两周的时间投票，结果出炉，由成全两兄弟以378个按赞数拿下第一名。这次参加甄选的四组舞蹈都各有不同特色，有来自三峡建安国小徐雅妍少女代表，台韩肉肉家族的亲子代表，石碇国小乐龄舞蹈班美兰老师银发代表，以及这次获得冠军的成全兄弟档，每一组都发挥了创意，跳出自我风格。而成全两兄弟则是以好学好技又好跳为出发点，运用简单又充满活力的动作，展现应援歌曲的活泼和热情。这次的鳄鱼舞甄选呢，很高兴我们在网络上甄选到了亲子团，还有乐龄团，以及我们有一个可爱的小女生跟两个可爱的小男生。那恭喜我们的成全两兄弟获得这一次的鳄鱼应援舞比赛甄选的冠军。石碇观光发展协会理事长林淑芳表示，届时会邀请成全两兄弟在7月16号的活动现场教导大家一起跳这首应援舞蹈，一同来感受第一届石碇鳄鱼节的疯狂节奏和热力四射。而活动当天还会有变装彩街活动，欢迎民众个人或团体报名参加。记者杨邦友、赵芳琪石碇采访报道。文山国中山岚管乐团成立约两年多的时间，目前成员包括文山国中与邻近小学的20多位学生与家长。而管乐团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让喜欢音乐却没有机会学习的孩子也能够圆梦，更期盼有更多有兴趣的学生能够加入管乐团行列。因为疫情停练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文山国中山岚管乐团，终于在疫情趋缓之后有机会聚在一块练习，团员们都相当珍惜难得的时光。文山国中校长黄美娟表示，山岚管乐团成立约两年多时间，当初成立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让一些喜欢音乐却没有机会学习的孩子也能够接触乐器，把文山区喜欢乐器或者是经济上面若是没有办法学乐器的这些孩子，是不是有机会集中起来，然后以文山为基地，所以就创发了山岚管乐团这样的一个概念。山岚管乐团目前成员包括文山国中1、2年级学生，以及新店国小、曲尺国小、龟山国小学童。平时团员一个礼拜会有2天时间在文山国中进行分部练习与团练，目前暑假期间则是6每个星期3时间。而山岚管乐团能够持续运作，其实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幕后推手，就是后援会会长何明星。因为孩子也曾经是文山管乐团的一员，在孩子毕业之后，何会长依旧投入管乐的推广工作，不仅出钱出力，也陪着团员一同学习成长。文中这个学区这边，那大部分的小孩子是好像没有机会，因为我们这边学校比较小，没有管乐团可以做，所以我就想说，那校长也这么支持啊，那我们就想办法来做弄一个平台。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说，就像我一个例子，我们都50、60岁了哦，那也希望说，如果也可以陪小孩子来一起学。何会长说，音乐对孩子来说是一项可以带着走的兴趣与能力，还能够培养团队合作精神，所以他也很鼓励家长可以陪着孩子一同前来练习。从小看到大了，那也这样一届一届这样过去，那也看到
不管学管乐的孩子哦，那不管他到大学到哪里，那其实发现他们在各方面的不管是在做人处事什么，其实都也表现非常好。乐器我们提供，其实在师资部分我们是都是最棒的师资，但是在收费的部分其实也跟大家讲，我们是零收费哦，就是两年来都是零收费。王美娟校长期盼学校的管乐器材与设备能够善加利用，发挥最大的功效，因此欢迎想要学乐器的孩子与家长都能够踊跃加入山岚管乐团的行列。记者申平、郑门奇新店采访报道。广告后是科研晋升区的单元，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网络搭配 WiFi 6，不但提升传输速度及上传功能，更减少无线干扰，进阶提升 WiFi 覆盖范围，让您在家办公、线上学习更宽广自在。申办大新店网络500 Mbps， 免费升级 WiFi 6及借用 Mesh WiFi， 详情请洽2917-3939。疫情升温期间，提醒您做好防疫措施，保障你我健康。大新店提供各项不出门也能轻松缴费的便利管道，您可透过 LINE Pay、接口支付、橘子支付、线上刷卡、网络银行 ATM、官网线上缴费等电子缴费管道，避免临柜缴费的人群接触。欢迎多加利用，让我们共同做好防疫，一起守护家园，台湾加油！在家上网免行动，大新店宽频一居超大平宽 WiFi 6新世代上网，让你飙网有感，追剧顺畅。搭配高画质数位套餐，每月只要999，欢迎洽询2917-3939。今天的科研晋升区，一起来看看大风哥要教我们什么客家谚语。学眼清神气，欢迎收看《学眼清神气》。我是太风哥，今天要教大家的就是人爱人达路，佛爱人受挫。几个意思就是人要受到他人的刺激才会奋发图强，火需要人点着才会开始燃烧。举例，小明整天无所事事，没想到父母出意外，他才开始奋发图强。这就是人爱人打落，父爱人受挫。海家听爱过娘一拜，人爱人打落，父爱人受挫。暗自说，真来了。接着来看播报要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限时优惠，有线电视老客户申办指定方案续约即享 Disney Plus 订购6个月，大新店请您看一整年，欢迎电洽2917-3939。别再依赖单一行动上网，大新店高频宽网络为您居家办公、远距学习提供稳定的线路， WiFi 6搭配 Mesh WiFi 满足全家所需，速洽2917-3939。机车安全月本市交通事故统计，高龄者伤亡计30人，行人伤亡15人，汽机车伤亡227人。提醒用路人，汽机车路口慢看停。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官网手机条码线上办及云端发票换好礼服务，欢迎大家一起申请载具存发票做捐赠拿好礼。
青少年暑假打工切记三倍起步原则，包括搜集应征公司资讯，告知亲友面试地点，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等。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都可以扫描画面上的 QR Code， 到大新店有线电视的 YouTube、脸书粉丝团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张芳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